之尘，才始属于你，我先属于你，我所有的一切，我所有的一切，全属于你，也都属于你。我的梦王，我的梦之尘，我全属于你，我全属于你，我所有的一切，我所有的一切，全属于你，也都属于你。我的梦王，我的梦之尘，我全属于你，我全属于你。我所有的一切，我所有的一切，全属于你，也都属于你。屌你老母臭花，系波姑永姑，乜你哋带住成班老女阿姑，响树唱圣母君君歌嘅，圣母君唔系要正经女人只做得嘅咩？唔通你哋呢班老柳长花都想入圣母君？屌你老母臭花系啊！你斗破街冚家产有冇睇圣经？约望福音第八章第七节。话耶稣响橄榄山对住班想搵石春掟死条后婆嘅法利赛懒坦讲：你班懒坦入边边条人也冇罪嘅话，先至掟够死佢啦！都唔知几捻多神父，我他伯都系我哋啲属下，我家 姐都系想普度众生，先至成立呢个古利马打等支团。咪响树格格 JoJo， 唔系七刀剪捻断你斗破家冚家产，祈祷同埋服务，使我哋响圣母君嘅生活当中不断成圣。我哋想有你嘅参与，同我哋一起肩负起圣母君嘅使命，每日成圣致敬，圣化他人。我叫做曾盼林，响长乐花寨嘅艺名叫做波姑。是我主嘅一位普普通通嘅婢女，我已经被人卖落火坑做奴隶成十三年。我响十二岁过市，有大姨妈嚟过市，已经要帮班嫖客含滨州打飞机。我仲记得过市，圣母玛利亚点捻样嚟踢我拉我班姊妹嚟服侍基督。我老母那日栽培我成为今日嘅我。教导我点能让为基督嚟过每一日。你认识圣母君到底系乜能样嘅组织吗？你只唔能知道圣母君嘅存在。圣母君嘅日常运作系点能样嘅？圣母君有好高多嘅祈祷。圣母君果班好能破街嘅团员。路良最近听到其中一啲有关我哋圣母君嘅吹水报道。好似话圣母军入面人肉横流，男女关系扭扭交，衷心感恕老娘不敢苟同呢啲闲言闲语，佢往往贬低圣母玛利亚嘅好儿女，请加入成为圣母玛利亚嘅族人，成为圣母军入面一个向社会上有纪律拉秩序嘅爱心尖兵，向主嘅工作入面。我哋仲细能有其他愿望就咩？好似圣母玛利亚咁，成世人一直做侍奉神嘅恩典工作，就算依家向天堂树都系咁。我哋应该为主咁能伟大嘅目的，逐渐成为一件用途广泛嘅工具。我哋班阿姑每逢礼拜一开会期间，我哋齐齐祈祷。商量点能让爱多啲我哋嘅上帝，我哋每个礼拜都外访过啲穷鬼、拉有需要的人，好似孤立、骂打、病人、乞衣，佢哋缺乏自信心，需要同伴嚟陪伴佢哋信奉上帝。最后，我哋再一次聚集，系每个礼拜嘅会议，
分享我地点怎样使呢班灵魂遇上基督。我一直向圣母君说过住好美好嘅生活，圣母君期望团员向一开始就认识道家几嘅贫乏啦虚空，嚟准备佢哋跟使徒恩典相称嘅工作状态。我地为配合天主教神职人员嘅使命，啦神职人员密切合作，齐齐拯救灵魂，透过我地嘅灵魂嚟感激上帝嘅爱之恩惠。只要圣母玛利亚能够呼召更多天主教徒嚟加入圣母军嘅工作，神职人员睇见教区圣化就一定能够得到快乐。呢个系我嘅生命，向信仰精神结合圣母玛利亚之下，使我家基拉其他人一同成圣。我祈祷越来越多人会受圣母玛利亚嘅感召加入嚟做呢个谦卑嘅服务。马窦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八节，所以你们应当是成全的，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。